猴子，不是说好的史前巨兽大乱斗吗？不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只小猴子它在进化呀！哇，你看它已经进化成了一只大猩猩，它直接撞开了一堵墙。原来呀，它只要吃绿色的能量就能进化。这次啊，它的对手是一只大恐龙，加油加油，一定要打败它！它直接把那个大恐龙给打飞了。哎呦，我天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哎呦，这不是一只小章鱼吗？小章鱼会进化成什么呢？我的妈呀，这次它的对手竟然是上次进化的大猩猩。哎呦，你抓紧进化！哎呦我去，它竟然进化成了一只史前大章鱼！加油加油，一定要把这只大猩猩给打飞！很明显，这个大猩猩根本就不是史前大章鱼的对手啊！哎呦，这又来了一只小恐龙，看看这只小恐龙会进化成什么？哎呀，这里还有个直升机呢，直接就被它撞碎了！哎呦，还
新的游戏，叫做怪兽大决斗，你还不赶快去试试。